独家巨献 Igozo 花岗岩全家福锅具套组。是的，它有德国的威宝涂层技术，德国威宝呢也是拥有百年历史、欧洲最大的涂料制造商哦。是的，当然呢，他们的核心价值就是倡导自然与人至上，以最严谨的态度来提供安全第一的先进涂料，就是我们花岗岩三层的不粘涂层啦，为厨房用品呢提供最完善的解决方案。是的，那今天 Igozo 的花岗岩全家福锅具套组呢，让你煮得开心，吃得安心，走过路过万物错过。 天天精彩，天天哇哦！大家好，我是佳琪。你好，我是安哲莹晶。知道吗？家庭主妇在家里准备东西的时候呢，煮饭的时候呢，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厨具不要给我们任何的麻烦。我要煎漂亮的煎蛋，就是要漂亮的煎蛋；我要煎漂亮的煎鱼，就是要有那个鱼皮好好的，在那个鱼上面的。我不要挑出来一块一块的。最重要是什么呢？清洗起来一定要非常的简单。嘿，那如果你家里还用着那些很粘锅的那种炒锅、汤锅的话呢，我跟你讲。 今天你看到我们的节目，你就赚到了，因为呢，我们要推荐给你的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不粘锅，而且不是一个，是一套的不粘锅套组哦。为什么我们叫它全家福的一个套组呢？那就是因为今天我们整个套组里面有包括30cm 的一个炒锅，当然还有我们的这个汤锅，当然还有我们一个平底锅。所以呢，我们的炒锅呢，还有我们这个汤锅呢，都是有自己的锅盖的。嗯，是。 没错，那不只是这个哦，这是我们主要套组，我们还要送你很多的赠品，包括你看到的有一个 BB 壶3公升哦，还有2个不同 size 的这个搅拌碗都有碗盖的，还有你看到这个就是铸铁锅，你可以拿来煮快熟面。那这个呢，你可以拿来拌沙拉，拿来煲水都非常的方便哦。记得哦，今天的赠品总值已经是高达248令吉，但是今天整个套组呢299令吉就可以全部给带回家。嗯， 问一下，今天呢299令吉你要出去买锅子的话，可能你可以买到一个炒锅而已，加多一个小小的汤锅啦。但是你看一下，今天呢我们是给大家全家福的套组，等同于说你要炒东西的时候，你可以用我们的炒锅。哎，你要煮汤的时候，而且哦是很大的一个分量的哦，不是那种小小的哦。当然还有一个平底锅，你今天呢早上要煎蛋啊什么都可以使用到它，全部只需要299令吉。如果今天你是新 居入伙的话，厨房里面没有任何东西的话，这个一套带回去已经是足够了。是的，讲到煎蛋，其实呢，我很懊恼的就是，其实我不爱太吃油，你知道吗？可是每次哦，煎蛋不放油，它就会粘到整个锅都是。是的，所以呢，我觉得呢，有一个不粘锅的这些平底锅或者炒锅来煎蛋呢，是一个非常棒的工具。是的，你看像现在呢，分别两边都是一样的什么呢？就是电陶炉，这边呢就是 Brand X OK 普通的这个炒平底锅，但是我们这里呢就是 Igozo 的平底锅，最重要是什么呢？请看一下，我这边呢是400度，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的就是 Angel 那边呢，同样的一个温度呢，现在来煎蛋，看一下呢哪一个煎得比较好啦，好不好？好，我们来比赛一下，你这个就是你家的那种会粘的平底锅啦，来，一二三，一起倒下去。是的，同时间这样子倒下去哦，大家其实已经可以看到讲说它的颜色上面呢已经是有差别了，对不对？然后呢，如果说今天你要煎蛋，比如说煎蛋皮的时候呢，最重要就是哦，你不要煎到哦出来的时候它变 scramble egg 因为很多时候它粘锅的时候呢，要弄下弄下，它整个就碎掉了。今天如果说你要做蛋皮，比如说你要卷一些紫菜卷啊什么的，一定要漂漂亮亮的，对不对？对。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这个粘锅之后呢，洗起来超麻烦的。是，如果你花很多时间在厨房，每天在洗锅的话呢，其实你就是需要一个来不粘锅的了哦。你看，你看，同时间哦，我们从后面这边刮起，一二三，哇，你看我的。 哦，不是很新，你看，哎，我是没有加任何的油下去的哦。你看一下这个呢，整片呢是可以这样子撩起来的，而且呢还是可以这样子 当成一块抹布这样子抹来抹去，抹来抹去。等同于说，你看一下，今天两边差太多了吧？
这个就是所谓的 scramble egg， 我明明是要煎蛋皮呀、啊，是的，所以呢，今天呢，你要煎蛋皮啦，或者是你要煎蛋饼的话呢，非常的简单哦，就是我这样子剪出来，第一很漂亮，第二是什么呢？你看一下我的锅子、超干净的，有没有？因为呢，里面连油都没有，你都不用洗、啊。哎呦，不要那么激动，干净到很激动。你看我这个就是要花很多时间去洗啊，去刮，怎么样？然后还烧焦了，还黑了，所以呢，它不但是浪费食材哦，还浪费这些你的那些时间呢、啊，去洗这样子、哦，是不是？所以呢，你看一下，拿起来又轻巧，对不对？这就是家庭主妇梦寐以求的一个炊具啦。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今天呢，你要把我们的整个带回去之后呢，我们还要送给你赠品，就是包括我们前面的这个就搅拌碗呐、啊，还有我们厨房的这个什么呢？就是我们厨房的这个锅铲也是要送给大家的，全部呢这些赠品呢是免费送给你的哈，你不用给任何的一分钱，你又可以放什么呢？水果啦，又可以做这个沙拉啦等等的，都绝对没有问题。是，最重要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讲说，我们这个厨具呢是这个厨具当中的不粘锅之王 Mercedes-Benz， 因为大家都知道呢，德国呢名车就是 Merc， 对不对？我们这个呢也是来自德国的一个不粘科技，对，也就是威宝龙啦。那刚才呢我们看到的就是那个平底锅不粘锅嘛、现在呢我们要给你看，其实汤锅呢它的这个不粘的科技也是一级棒，是一样 的。好，同时间呢我们呢一起呢放这个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cheese 进去 cheese， OK、因为呢 cheese 呢就是有那个牛奶的成分嘛，所以呢很容易粘锅，我们现在一起放进去了，一二三 OK， 同时间放下去之后呢、大家都知道七夕这个东西吼，如果你加在热热的东西上面的时候、它会融化，会融化了之后呢，哎呦就会烧 焦，对不对？对，而且呢烧焦之余呢，我们今天还要做很极端的东西哈，大家在家里千万不要尝试啊、好简单的东西是什么呢？因为呢我觉得说下面呢热不够，对，我还要在上面加热 OK， 一二三，把上面也烧焦，上面也烧焦、大家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讲说呢今天如果你不小心把火开着去做其他东西、你里面的食物煮焦之后呢，第一很危险，对不对？第二、洗起来的时候是超麻烦的、不只是麻烦，有时候如果烧焦太严重，你是整个锅烧掉，然后整个锅不能用的哦。对，所以你看我这边的呢，银色这个就是你平时用的 XYZ 粘锅的一个锅子。我的烧很黑嘞，你要跟我一样这样黑嘞？有啊，很厉害在烧啊，你看 okay, 哎呦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哈，就是呢那个差别在哪里哦？是，因为很简单的东西是什么呢？因为上下呢都是有这个火嘛，对不对？对。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我们担心讲说呢，你要煮的时候呢，洗起来的话超麻烦。但是你看一下，今天呢，我这个，哇，我是整片这样子呢，可以撩起来嘞。而且你看哦，我如果是这样子，一二三，我的天哪！它还可以跳舞我这样子翻出来，你可以吗？你可以吗？会哦，我的，你看它粘着呢， oh、好像江湖这样子看到吗？这样子你所以完全很不行你翻过来，你跟我这样子你翻来，你看了哦，很丑我试下倒去盘子哦，看倒多少出来哦。你倒那个，你倒那个起司油出来啦，油啦。但是你看一下下面的，完全就是焦完了，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它的威宝龙的一个不粘的涂层的科技呢，好处就是在这里啦。而且呢，今天它又是一个花岗岩的涂层，耐刮耐磨之余呢，你看一下今天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强调？只要看过来呢，你就看到说今天我们这个锅子呢，它是有八个涂层。这么多，对，这八个涂层呢，用不同的颜色分辨出来的，有没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全部有八个涂层，然后是当中呢是有三个我们的这个 grabber 的这个不粘涂层，就威宝龙不粘涂层。是、你要想一下，德国人哈，他的性格是怎样的？很严谨的，对不对？所以他做出来的东西呢，肯定是品质 number one 的。是品质 number one 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今天讲说，他做锅子就是做最好的锅子给你，他做车也是做最好的车给你。是，所以呢，今天我们给你的套组呢，就是有三个主要的，包括汤锅、平底锅以及炒锅。另外不够哦，我们还要送
送给你的就是，是的，你看一下今天呢，还要送给你的是什么呢？今天先不要讲送什么了，我们先看市价，价钱呢，全程最低价299令吉，你是马上省下了568令吉这么多。是，那如果你是妹办信用卡的用户呢，你还可以免利息的分期付款，三个月每个月只需要99令吉67赞而已、哦。你看，赠品来了，就在这里，看到吗？有两个不锈钢的一个搅拌碗，附上这个碗盖，还有厨房的一个木铲，还有这个铸铁锅也是有锅盖的嘞。独家还要再送你 BB 包哎，天哪！是啊，3L的超大容量，只是这个的价值就40令吉，而且我们全部赠品的总值是248令吉73，超级划算的。今天我们这个炊具呢，你要用在煤气炉上面、电炉上面、电陶炉上面，绝对没有问题。嗯，没错。是的，今天呢，花岗岩全家福的锅具套组，让你煮得开心，吃得安心，走个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啦！我们卖这个 Igozo 的时候呢，他卖的最好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炒锅。那时候我就觉得说，为什么只有炒锅，为什么没有汤锅？我家里也是要煮汤的嘛，对不对？没有理由又要用炒锅去煮汤嘛，对不对？对。我就一直问他讲说，哎，你们有没有汤锅？他讲说来了，现在我们就是给你一整套，有没有？他的全家福套组。除了有炒锅、有汤锅，也有平底锅。对，我觉得你这个汤锅呢，它不粘的这个技术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要焖东西啊，对，焖那种猪肉 啊，或者是冬菇啊、鸡脚 啊，这些你焖久了，其实下面呢，它会有一层厚厚很粘的，或者是旁边那边就汤汁的旁边那边，你要搓洗的时候很麻烦，对不对？就有一层黑黑的这样子。是。如果你是用普通的那种铁锅啦，这些就是不锈钢的锅子的时候。洗起来真的是很麻烦，对，加上什么呢？很多时候呢，我们都知道讲说呢，如果你是用普通那种铁锅啦、不锈钢的一个锅的时候呢，它导热的速度第一比较慢，对，然后呢，如果说温度去到很高的时候呢，整个锅子锅身会很热，是，然后呢，你要洗的时候呢，就非常的麻烦啦。对，那你看一下今天呢，如果说你要焖东西的话呢，有汤汁的话呢，你就可以用我们的汤锅，而且呢，汤锅也是有自己的锅盖，看到吗？今天呢。它的容量是非常的大的，对，所以呢，你今天呢，你要做一个4.7公升的一个汤的话呢，哎，绝对没有问题。我们华人很喜欢吃什么呢？就是这个酸菜汤啦，我的最爱，天哪，这是非常棒的。而且酸菜汤因为它酸呐、那如果你用那些不好的这些锅具的话呢，其实它会腐蚀，而且呢，那些化学药物它很可能就会渗入你的材料里面了。真的，你看像今天呢，你要把这个鸭啦或者是鸡啦对煮到这么软烂，你就是要慢慢的焖，慢慢的焖，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呢不是讲说把一些呢肉块放进去，我们是整只鸡这样子把它给丢进去耶。所以呢，你看一下今天呢，你鸡多，然后菜多，料多，很多时候呢你的汤汁就不够多，但是因为呢它容量非常大的时候呢，你要多少汤你就倒多少汤咯，对，你要加多少芥菜你就加多少芥菜咯。哎呦，我忍不住了啦，立刻来试一下，由我们这个 Igozo 这个不粘锅花岗岩包出来的一个酸辣菜，味道是怎么样的？来试一下，来试一下。而且呢，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你一定要喝一下，就是它汤呢有没有入味？因为我们今天讲焖东西呢，煮东西慢慢来煮的话，最重要就是要逼到那个味道出来，对不对？是。今天你要逼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又怕讲说它会粘锅？我们这个完全没有粘锅，而且味道是怎样呢？一定要讲一下。哇，真的讲很入味耶！所以呢，它比一般的锅煮出来的，它的味道更浓，然后呢更入味。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呢，其实它的那个聚热非常的棒，是的。另外它可以节省38%的能量。为什么？因为它就是聚热，所以你的不管是电啊，还是 gas 炉的那些 gas 啊，都可以省下38%，聚热又入味耶，所以。
我觉得用这个来包呢非常棒。我要跟大家讲，为什么他讲说哈聚热哈，然后呢那个可以节省那个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下面有这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螺旋的一个设计，这个螺旋设计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节省高达38%的一个什么呢？煤气，对不对？节省煤气是什么？节省钱呢？所以这个呢设计是非常非常的聪明的，只有严谨的德国人才会想出来，对不对？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这个涂层呢来自德国的威宝龙嘛，对不对？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担心讲说这个不粘的锅子呢，今天呢它要煮的时候呢它嘴巴讲不粘，可是真的不粘咩？很简单，你看一下，我们只要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料理就可以了，对，就是煎三文鱼。因为煎三文鱼很多人呢，如果说你放在不好的一个什么呢不粘锅里面的时候呢，那个鱼皮掉了，那个鱼肉一块块的掉出来，超难看的。是的呢，所以呢如果你用不粘锅的来煎的话呢，你不只是可以油放少一点，因为现在人呢蛮注重健康的，尤其是有一些妈妈们呢，你开始啊会注重身材注重饮食健康的时候呢，你煮菜很自然的你就会把你的这些油呢放少一点。可是有时候我们很纠结很矛盾的就是呢我们没有办法放少油，因为一少油你就会把所有的食材你的菜你的鱼全部粘在这个锅上，你知道吗？是的，所以呢你看一下非常简单是什么呢？今天即便你是厨房新手都好了，我告诉你，只要把我们的这个就是 Igozo 带回去过后呢，你要煮什么鱼啦，要煮什么肉啦，这些东西啦都绝对不用担心想你会煮到好像很丑这样子啊，因为呢你看一下，只要呢轻轻这样子翻过来之后呢，其实我觉得可以翻了，因为呢我们看到那个肉呢有一点点白了，所以这样子翻过来之后，哇，好漂亮，哇，你看非常棒哎，所以呢它完全没有把那个皮粘在锅上哦，而且煎得漂漂亮亮的。来我们翻第二个哦。是的，你看一下，今天呢要煎三文鱼哦，就连这个我们的 Angel 小姐平常有煮菜吗？比较少哦，所以你看我平时没有怎么样煮我都可以把三文鱼煎得那么卖相那么棒哎，真的是厉害了，真的是什么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啦。他可以不用是很会煮东西的，但是呢如果说他的器具是很厉害的话 OK， 尤其是来自德国的威宝龙的一个不粘科技的话呢，你看看今天呢厨房新手也可以变成厨房老鸟啦。是不是可以骗到吃咧？就是觉得平时好像很好很好啊，很厉害煮的样子，有没有？真的。好，现在呢我们就可以盛盘了，放一些这些香料上去啊，然后呢再放一个小菜下去。哎呦，我觉得我好厉害哦，对不对？所以呢你看一下，你要跟老公烛光晚餐的话绝对没有问题，不是你厉害，是我们的Igozo厉害，对不对？所以你看一下今天呢除了说我们煮一些比较西式的或者是呢我们要煮一些中餐的话，我们要讲wok hei的话，你看看，好厉害。为什么？因为它聚热才开火一下子而已呢，你这个蒜米呢就开始一下去就变金黄色了，真的所以聚热它可以帮你省下38%的煤气又或者是电力，同样同时可以把你的这些菜啊又或者是米粉啊冬粉啊炒得更加的入味哦。而且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这个锅子是30cm 这么大所以呢你要炒整村人的一个炒冬粉也绝对没有问题。对，因为呢就是它大容量的话，第一你锅子小的话你是不是要分开来炒，对不对？今天这个呢你绝对不用分开来炒，因为你一次过呢就可以炒完，然后呢一次过可以炒非常大的一个分量啦。而且我觉得它很好哦，就是它的比较那个深度还蛮深的，你知道吗？所以你炒的时候把所有东西全部炒出来。是的，因为每次炒米粉的时候或者炒饭的时候你锅子不够大的时候它就会搞到你的那个厨房的炉灶好像经过了一
一番蹂躏这样子，或者是打战来有没有？真的。然后你又花时间，不止洗锅具，还要清理你这个炉灶旁边的那些食物的残渣这样子啊。真的。对对，所以你看一下呢，今天很简单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呢要煮很大量的一个食材的时候呢，它也不会不沾啊、它也不会讲说沾锅。所以你看一下，我只要这样子撩一撩，你就知道了。你看到吗？清洗起来是非常简单的。我们知道炒冬粉呢是最沾锅的，对，它就会把下面全部沾的一堆这样子。可是今天的这个德国威跑龙科技的不沾锅的这个花岗岩炒锅呢，竟然可以一点的冬粉都没有沾上哦。是的。所以你想一下，把这个锅具带回家，它绝对是可以帮你省的，省下什么？省下你的食材，省下你的 gas， 你的煤气。我们知道呢，这个德国啊，其实它在这个不沾锅的科技呢是遥遥领先的，对啊、就是首屈一指的。所有的应该是讲他们所有的这个工业呢，那些科技呢，他们都是要做到最好的啦。包括说呢，今天呢在做这个锅子的不沾方面呢，也是第一名的。你看，没错，你看这么简单，因为呢我不需要花太长时间，它的聚热程度是很快的。OK，我们呢有这个螺旋的一个帮助呢，它就可以帮我们节省30%的一个能量啦。对，而且呢，你看盛盘起来呢也是非常方便。为什么？你有看到它有一个比较尖的那个嘴嘛，对不对？对。所以那个嘴呢，是你让你倒出来的时候方便，比如说有汤汁的时候倒出来呢是十分方便的。好亮啊！好，现在呢，我觉得我想试一下你的手艺耶，可以吗？来，这个筷子够长，你可以这样子伸过去。 OK， 所以你看一下，今天呢很简单的东西是什么呢？你要煮大份的东西，而且呢你要煮一些比较粘黏的东西的话，我们的绝锅，我们的炒锅呢绝对可以帮到你。请问一下，你平常呢吃一些呢可能粘锅的那个炒米粉或者是炒冬粉的时候是什么感觉的？就是呢它会一小段一小段，因为被炒断了、对。可是刚才这个我一拿呢，它是整条，而且姐，你的手艺很不错，好吃，对不对？因为呢，一点粘锅的情况都没有呢。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今天呢，我这个没有撩干净哈。如果撩干净过后超简单，而且超容易去解就是怎样呢？清洗，你看清洗的。那如果等一下呢，我要再煎一个蛋，又或者是炒另外一样菜呢，只需要用这个抹一抹，好简单、那就干净了耶。所以呢，你也不用怎么样去清洗，是不是省了很多时间嘞？所以我跟你说呢，用过的人都是赞不绝口的。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是有图有真相，好，马上来看一下。就是呢，我们的顾客呢，时常都会给我们这什么呢？评语，对不对？对。所以你看到说，全部都是5颗星，他说非常的满意，而且呢，品质很好。他说呢，我已经是用了拿来炒菜，然后我很喜欢。你看到吗？是7月的一个评价，所以是最近哦，不是很久以前罢了哈。你看一下，他说很 fruitful 的一个白银之甲，很有价值的一个白银。所以呢，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套组呢，就是 Igozo 的全家福的一个锅具套组，里面包括说有30cm 一个很大的一个炒锅有锅盖，还有24cm 的汤锅也是有锅盖，最后还有另外一个平底锅也是24cm。是的，我跟你讲，市价呢是要867令吉，哇，很贵。可是今天期间汪硕帮你节省568令吉，全程最低价只是299令吉而已。299令吉还不用紧哦，你可以拿回去用先，因为呢，如果你是 Maybank 的信用卡用户的话呢，你还可以享有免利息的分期付款，每个月只需要99令吉63。而且我跟你讲，今天我们独家豪送哦，要送给你的呢就是这个不锈钢的搅拌碗，还有附加盖子的哦，另外还有这个厨房木铲，以及一个16cm 的铸铁锅。铸铁锅外面很贵的嘞，但是你看一下，今天你看到我跟 Angel 呢，我们再送给你一个 BB 包啊，价值40令吉。赠品总值已经是248令吉73。我跟你讲，这个 BB 膏之前是不送的哦。对，我跟你讲，我们的这个 Igozo 的锅具呢，它可以适用于煤气炉、电炉以及电陶炉的。是的，你看一看，今天呢，让你煮得开心，你自然就吃得非常的安心啦。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马上拨打我们的热线吧，或者是上到 CJ Workshop 的手机应用程式，把 Igozo 给带回家。每次看到我朋友呢新居入伙的时候
锅子锅具就是我最想要送给他们东西，可是每次去商场的时候呢，我的budget就只能买一个炒锅或者是一个汤锅而已。但是今天呢，我的budget可以包括一个套组，哎，就是有炒锅、有汤锅，还有平底锅，还有赠品，我可以自己收起来。是，而且呢，你这样子送给人呢，不只是大体好看很多嘛，哎，用你很少钱罢了，才299令吉。而且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不要讲价钱呐、啊，我们讲它好不好用。今天你要想一想，德国人制造出来的一个不粘科技，肯定是全世界最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讲说德国人他非常严谨，对，所以在制作任何的工序上面呢，都是全世界 number one 的。而且妈妈们呢、啊，如果今天呢，你觉得哎呦，每天在家里煮花很多时间在厨房啊，炒菜了过后又要花很多时间去洗你的锅具啊，去处理呢，哎呦，不要再把青春花在厨房而已啦。是的，买这套回去呢，它就可以帮你省下很多时间，因为它不粘锅，所以你清洗的时候只是冲下水这样子呢，其实就清洗干净了。你看到吗？就好像我们这些呢，煮咖喱的时候呢，比较浓稠的酱汁，你又要慢慢的焖，比如说你要焖鱼头啊，或者是你要焖这个牛肉、羊肉等等的时候呢，大家都会知道有一个烦恼的，就是它的边缘那边呢会沾上那些咖喱汁，对，然后焦掉，然后你要洗焦掉，然后你要洗的时候，你就要蒸那个清水，对不对？可能要蒸个几天这样子。但是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来自德国威宝龙的一个不粘科技，它就把这个不粘科技做到最极致，所以呢，你今天你煮东西的时候不用担心它会粘锅，你洗起来也是非常方便。对，而且呢，它是花岗岩嘛，我们知道花岗岩是一种岩石，大自然的岩石，所以是绝对安全，你不用担心哦。外面那些不粘锅具啊，都不懂它用什么材料来做的，等下一个不小心呢，刮掉了，然后就吃进肚子里面，都不懂安不安全。所以呢，就等同于说什么呢？今天呢，我们用大自然的东西，你吃的安全，但是呢，又是来自我们德国威宝龙的一个科技，它又要你煮到非常的简单哦。对，所以是不是想说你煮起来你又安心，然后呢，你又非常的简单去处理这个料理的话呢，对，就间接的、直接的把你这个时间节省起来啦。是的，时间节省起来了，你可以跟你的家人多多的交流沟通，然后呢，多关心他们，这不是非常好吗？是的，所以呢，今天299令吉绝对值得投资，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上到我们的 CJ Workshop， 把我们的 Igozo 给带回家。给你最独家的巨献，今天是 Igozo 的花岗岩全家福锅具套组。是的，它是德国的威宝涂层技术啊。德国威宝呢是拥有百年历史，欧洲最大的涂料制造商哦。是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它的宗旨就是倡导自然和人至上，所以呢，他们呢就以一个最严谨的态度来提供你安全第一的先进涂料，包括说今天我们 Igozo 花岗岩三层的不粘涂层，为厨房用品提供最完善的解决方案。是的，是的。那今天呢，我们的套组呢，主要呢就有这个你看到的30cm 的炒锅、24cm 的汤锅、都附加锅盖哦，以及24cm 的平底锅，真的是厨房里面最完整的一个套组了。所以你看一下 Igozo 哈、哦，有这么来自德国一个非常名牌的涂料，自然是不便宜了，867令吉。但是今天在 CJ Workshop 绝对是全程最低价，只需要299令吉而已。哎呦，太划算了啦！那如果你是 Maybank 的信用卡用户的话呢，你还可以免利息分期付款3个月，每个月只需要99令吉67而已、哦、是的，最重要是什么呢？今天买了之后还有赠品要送给你，包括说两个不锈钢的搅拌碗附上这个碗盖，厨房的木柴，以及16cm 的铸铁锅附上我们的锅盖。而且今天你看到我们真的是太幸运了，我们独家再送你3L的超大容量鸣笛烧水壶啊，其实这个的价值呢就40令吉，全部赠品的总值是248令吉73。什么？整个套组299，赠品已经248了，你看、哎、有多划算就有多划算。现在这整个套组呢，赶紧拍照给它拍下来，然后传到你各个群组里面，跟他讲这个实在是太划算了，不买不可以。真的，7样东西299令吉呀、啊！我跟你讲，最高最新高科技的 Gabon 这个威宝龙螺旋导热体设计呢，它快速升温、受热均匀，还有蓄热保温哦，38%更节能啊！听到节能这个就知道讲说它是省钱了，有没有？对。而且呢，我们的炊具呢可以适用于煤气炉啦、电炉啦、电陶炉，绝对没有问题。没错，那今天呢，我们的 Igozo 可以让你全家煮得开心、吃得安心，走过
会路过，万勿错过。我知道你家里一定会有这样子的锅子，对喽。大家可以看一下哈，这些呢就是呢平常烧焦过后，你洗到半死过后，还是有这样子黑黑的，看到吗？看到吗？哎呦，是怎样擦都擦不掉，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就要用你家里的这个传统粘的锅和我们矮锅总一起来煎蛋。首先来看一下，就是我这边好是400度哈，我没有骗人的，这边是400度，对不对？对，我这边呢也是400度。来 ，OK， 同时间呢，我们呢都不加油，这样子放下去，大家就会知道讲说，其实我们可以测试到它的那个不粘呢，到底哪一个比较好啦。OK， 我今天要做一个什么呢？就是蛋皮煎蛋给我亲爱的老公吃的时候，我就是要漂漂亮亮的。OK， 我要做一个 love shape 的，我不要它破破的这样子的哈。但是你要想一下，你家里的有这样子一个锅子的时候呢，第一煎熟了之后，你翻起来的时候会发生怎样的？就是粘在锅底，对，破掉。破掉过后，你就跟你老公讲，哦，我做 scramble egg， 不好意思，做蛋皮。所以你永远做不到漂漂亮亮的蛋皮给他吃。如果你家里是用这种传统的啊，可以啦，你要放很多油啦，对不对？是，很多油的时候，老公就想说，哎呦，这么油的，对，吃到不健康呢。是的，所以呢，你看一下很简单的东西是什么呢？今天呢，我们这里呢已经是差不多 OK 了，我们同时间把它这样子给它掰起来，好不好？好，一二三，哎，你看到我的吗？你的那个，你可以，你可以再大力一点哦。你看一下，天哪，全部粘在旁边了。如果那边呢再久一点的话呢，它就整个焦掉了。真的，就是你说的，就是会破掉。我明明就是要做蛋皮嘛，现在变 scramble egg 了，有没有？是的，所以你看一下呢，这个时候呢，我就要这样子，很漂亮的这样子翻下去的时候呢，我个红领啊，你看到没有？哦呦，好可怜哦，我的，你看。而且呢，它一些蛋就粘在这边，浪费食材，有没有？而且很难洗，你要去刷，花你的青春去刷，太不行了啦。但是呢，我们这里呢就是完全干净的，有没有？因为没有用油的关系，你可以立刻过水了之后呢，再炒菜啦，或者是煎我们的 sausage 啦，都绝对没有问题。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又节省时间，又节省你的功夫。今天呢，不只是呢，就是我们平底锅不粘锅，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很棒的东西，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炒锅啦。因为这个炒锅呢，容量非常大哦，所以呢，你今天要做整村人的一个菜肴，绝对没有问题。而且呢，我们的材质呢，绝对就是来自德国的最高科技，也就是我们的 Gravlon 的一个不粘科技。哇，你看我这边完全就是在锅上面，我们现在这个是瓦吉哈，对，瓦吉大家知道，你看到吗？它其实是真的粘，不是讲说我这边不粘哦，你看它完全是粘在我的这个就是厨房的这个木铲上面。但是呢，我这样子，你看到吗？它可以在我的锅中里面跳舞哎，而且完全没有沾到哎。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可以知道人家说，就连瓦吉哦，粘性这么大的一个东西，它都可以跳舞的时候，你就知道讲说它的那个涂层有多么的厉害了。那我这边呢，真的是跳不了了。你看，粘在整个锅底下黑黑的，你看，哎，还烧焦了耶。因为真的很多，好不好？因为我们这个30cm 呢，哇，它的这个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容量也很大，所以我们就放了很多。所以你看一下，今天我们这个德国的不粘科技，来自德国威宝龙，也就是欧洲最大的涂料的一个生产商哦。是，它呢给大家就是 number one 的一个不粘的一个科技。而且今天我们这个花岗岩的一个炒锅里面呢，它有8层的一个涂压住的一个涂层哦，大家可以看到就这里呢，它8层的一个涂层的时候呢，让你知道讲说你今天煮任何东西的时候呢，其实它的不粘效果都可以达到极致啦。没错，那今天我们知道德国人呢，他们要求很高，有些人可能会担心，哎呦，我们这个不粘锅啊是用什么材料来煮的，是在做的？我跟你讲，不用担心花岗岩，花岗岩是这个岩石大自然的东西，所以绝对安全。那今天我们的套组呢就非常的丰富了，要给你的呢包括一个炒锅
一个汤锅，还有平底锅，这是全家福的，主要是爸爸妈妈还有儿子。另外你看到的就是这三个锅啦哈，就是有24cm、30cm 的，同时呢也会附加锅盖给你的。当然呢，今天呢三个锅子因为是有德国最高级的这个涂层，不粘涂层，所以市价呢867令吉，我知道有点贵，但是在 CJ Workshop 呢，全程最低价只需要299令吉而已。什么太划算了啦！而且如果你是 Maybank 的这个信用卡用户的话呢，你还可以免利息分期付款哦，三个月每个月只需要99令吉67分。最重要是什么呢？没有赠品就不是 CJ Workshop 了。今天呢要送给大家不是一个，不是两个，是三个，也就是不锈钢的搅拌碗，还有我们这个碗盖啦，我们的这个厨房木铲啦，还有我们这个铸铁锅。原来不是一二三而已，还有第四个。哎呦，第四个平时没有送的，只是今天送啊，独家再送3L超大容量的鸣笛烧水壶 BB 壶，价值40至10令吉。那赠品的总值呢，就是248令吉，70分，那么多了，太划算了吧！而且呢，我们的 Igozo 的一个锅具套组呢，完全适用于煤气炉、电炉以及我们的电陶炉。没错，所以呢都适用哦。另外呢，我们 Igozo 的花岗岩全家福锅具套组，可以让你煮得开心，同时吃得安心，走过路过万物错过。华人传统的家里的时候呢，都是在节庆的时候，就是要煮一大锅一大锅一大锅出去，对不对？如果你的锅子小的话呢，哎呦就煮不到了，就要煮两次。但是你看一下，今天我们24cm 的一个大汤锅，有非常大的一个容量，对不对？所以呢，这么大的一个容量的时候呢，可能你要煮整村人的什么呢？比如说一些汤啊，饭啊，或者是焖猪脚啊，焖鸡脚啊，或者是焖鱼头的话呢，你看看，哇，好厉害，它有4.7公升的容量，所以今天呢，你要煮这个说这个是鸡饭嘛，对不对？对，瓦煲鸡饭，瓦煲鸡饭，我们没有瓦煲，可是我们可以用这个矮锅子来充当我们的这个瓦煲啦，花岗岩煲鸡饭，哎呦，它可以煮到跟瓦煲鸡饭的效果是一样的，而且它好是好在哪里呢？瓦煲它会粘呐、粘在底呀、就硬硬的烧焦。可是今天我们的花岗岩的这一个矮锅子的汤锅呢，是完全不粘锅的，你看到吗？没有，最重要是什么呢？旁边这边一定要撩给大家看一下，这边旁边这边哦，完全就是不粘了，有没有？所以呢，很多人担心旁边这边呢会粘黏的时候呢，你不用担心，因为呢，你看我们这个呢不粘涂层是来自德国的，所以这些呢洗起来是非常方便，你只要用布呢抹一抹一下就 OK 了。是，我们让那个我们试一下辛苦的这个 Angel 来吃一吃好不好？来，我们试一下哈，今天呢我们一粒米都没有浪费，然后真的，因为呢很多时候煮瓦煲鸡饭的时候呢，大家很时常就是知道讲说，你放两碗饭的时候呢，它最后只剩下半碗饭而已，对不对？因为全部呢粘在旁边或者粘在下面了。这个好吃哎，对不对？什么好吃？快跟我讲一下。跟瓦煲鸡饭没有差，都是很入味。我们为什么要用瓦煲来煮呢？就是因为它香嘛。这个花岗岩的也是很香、真的、对不对？所以呢你看一下呢，今天呢我们呢除了说可以就是出去打包的话、是一个微啦，但是如果说你今天要自己煮的话呢、绝对也是没有问题，你也不用特地出去跑找一个什么呢，就是瓦煲来，瓦煲清洗起来又会裂、对，然后又会黑黑的，是，对不对？然后呢又会有这个缺口、但是用我们的这个 Igozo 就绝对没有这样的问题，是，而且瓦煲会吸那些瓦，是，没有什么
肥皂水进去啊，不好，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这个锅盖呢，刚才是24cm 的一个汤锅嘛，这个锅盖呢，其实呢，也可以适用于我们24cm 的一个平底锅啦。放下去给你看哦，一样的哦，下面有水啦，我们就放下去，因为有水，所以它是盖的一样样的。这个很方便哦，就是煎油的时候好像按油这样子，快点盖下去，摊开，对不对？所以呢，你看一下今天呢，我们要煮一些什么呢？双甜酱的话呢，是大家知道很简单，马上来煮哈、哦。哎，谈到不会煮了，因为他是厨房新手，大家要谅解一下。对对对对对 OK， 不好意思，下了我们这个蒜头之后呢，它的聚热程度非常快，然后你就可以炒了，赶快下，赶快下 OK， ，OK， 不然就焦了，对不对？对不对？然后呢，炒一炒，然后我们又可以下酱汁了，非常的简单。因为下酱汁的时候呢，酸甜酱大家都知道有糖的部分呢，如果你倒下去，你用普通的锅子的话，它一定会粘锅。好，现在把这个酱汁倒下去咯。而且呢，这个24cm 的一个平底锅呢，其实我觉得说它的那个容量也是很大的。那今天呢，你看一下，今天呢这样子撩一下撩一下的时候呢，容量大之余，最重要是什么呢？它非常的不粘，对，所以你看一下，你撩的时候呢，你这样子撩下来，从上下，从上到下，对，上到下，上到下，上到下，完全不粘呢，对，太棒了。所以呢，你看一下，今天呢，这个呢，第一，你煮起来的时候不会粘锅；第二，你要洗的时候呢，真的是省你很多麻烦，对，你的印尼工人也不会在那埋怨你说，说过你这个锅子这样难洗的，你连洗都洗不干净，对不对？对，今天这个呢非常简单，你看一下，一下子呢。我们的厨房新手就可以成团的，好厉害哦！你看，哎呦，所以呢，有一个好的锅具呢是多重要，有吗？它不只是呢可以让你把这个食物煮得非常好看之外呢，而且呢，你看这个不粘的涂层呢，它是很容易清洗的哦。是的，你不用说煮了一道饭呢，然后呢你就要去洗了 ，OK？ 那你现在只是抹一抹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这里没有水冲啦，所以呢我们就用滴漱这样子抹一下给大家看，但是大家也是看得到，你看超级容易的，只是这样子抹一抹呢，它就已经是超干净了，更何况是今天呢，你在你的这个家里的厨房那边呢，用水过一下，是不是更加的方便，对不对？那今天呢，你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炸鱼呢，一整只这个非洲鱼哈，如果哈你要炸的话，你就可以放进我们这个30cm 的一个大炒锅里面来炸，所以呢，你只要下一点点油下去之后呢，然后我们就可以炒什么呢？炒螃蟹，对，要爆，要先要爆香我们这个螃蟹了。你看一下它的呢非常大容量哦，因为30cm 呢，其实呢在市面上有一点难找啦，平常都是28cm 比较多，我是有去 survey 一下的哈，所以呢，它的这个呢口够大之余，它也够深，所以呢，这就是我很喜欢它的一个地方。OK， 我先下我这个螃蟹好了，因为我们这是花岗岩的一个涂层哦，对，所以花岗岩呢，它就是炒螃蟹啊，炒那种有壳的，对，耐磨耐刮，炒那些有壳的东西呢，就很怕会刮花嘛，对不对？可是我们今天呢，这个花岗岩因为它耐磨耐刮，所以你炒什么螃蟹啊、喇喇啊都不用担心。或者是你炒很多只螃蟹的时候，你也不用担心它会掉出来。炒饭啊、炒米粉啊，或者炒喇喇啦，它都不会掉出去。有时候妈妈会讲说：“哎呀，我的那个什么螃蟹跑出来了。”不用担心，因为呢，它今天这个呢容量够大哈、所以呢够大的时候呢，你今天量可以煮很多。是。而且呢，你炒起来的时候也是非常方便。而且你看哦，我这样子翻炒哦，平时真的很麻烦的。哇，很辣！哇、哦，好香哎，对不对？所以呢，你看佳琪把这个酱汁一倒下去之后，那么热哦，它一点都不粘，所以呢就不会浪费那些酱汁了哈、是的，所以你看到、就连螃蟹的这种脚哈、比较尖的这些你都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就是耐磨耐刮，所以呢，你今天煮啦啦啦就摊呐、或者是我们这个呢都绝对没有问题，而且呢，你看我只是这样子呢，一下子就可以上菜了。哎呦，好想吃哦！螃蟹也是我的最爱，今天的菜单真的是太棒了啊！是的，那你想一想啊，今天呢，你这个锅子呢，你可以炒这个辣椒螃蟹，对，你要炒这个咸蛋螃蟹呢，也是绝对没有问题。OK， 先来下一下，哇，好靓啊！你看，就连我这种呢，虽然比你厉害一点，也是很厉害的，也是可以煮出好像大厨
厨一般的什么呢？就是炒螃蟹，对不对？对。而且呢，你看一下，今天呢有辣椒这样的东西在里面哈、我们只是轻轻的这样子抹一抹，抹一抹。就 OK 了对，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最担心就是这种辣椒的东西呢会粘黏在我们的锅子上面，这个呢我们就很怕。所以呢，你看一下今天这样子抹一抹过后呢，好干净啊！其实呢，你就可以直接炒第二道菜了，就不用呢再去洗啊，那么麻烦了，是省很多时间。这个是辣椒酱哈、这个不是什么清水而已哈、对，我们只是这样抹一抹就干净了。That is why 买回去的人用了之后都很满意。你看呢，全部给的呢都是五颗星的，包括你看他们说啊、我们的 delivery 就是运送很快了，而且这个品质是非常好的。另外呢，这个 Friska 就是说很满意。是的，今天呢绝对它就是你家里一个不可或缺的厨具套组啦。包括说有30cm 大容量的一个炒锅，24cm 的一个汤锅，两个都有锅盖，而且呢20cm 的这个锅盖呢可以用在我们这个24cm 的平底锅上面。对，就是共用。我们的市价是867令吉，很贵，对不对？可是今天洗洁汪手帮你节省568令吉，全程最低价。我跟你讲，只需要299令吉而已。这个真的是要 clap 多一点，有没有？而且你看。你用你买回去很便宜，还要用的非常的简单，因为如果你是 Maybank 的信用卡用户的话，还可以享有 zero interest 3个月分期付款，99令吉67cents。不止这样，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太豪送了啦！我们还要送给你这一个两个不同 size 的不锈钢搅拌碗，一个厨房木铲以及一个铸铁锅。哇，铸铁锅外面很贵耶，我们今天是呢。没有任何钱的，这样子送给你哦，再送给你这个 BB 包，价值40令吉，全部算起来的话，赠品总值高达248令吉73。那而且呢，我们这个可以用在的就是煤气炉、电炉以及电陶炉了。真的，今天我们这个花岗岩的全家福套组呢，让你煮得开心之余呢，也会让你吃得非常的安心。所以呢，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上到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这个 Igozo 锅具套组啦。要测试你的厨艺哦，只要一颗荷包蛋就可以了。如果你今天家里用的是普通的铁锅的话，我跟你讲，你一定不 pass 的。对。但是你今天用我们 Igozo 的话，虽然你是厨房新手呢，你也是可以 pass 的。对，因为它非常好用，它是 flying color 有没有？所以呢，你这句话已经不能了。如果它遇上这些我们 Igozo 不粘锅的话，厨房新手也可以把一颗荷包蛋煎得漂漂亮亮的，因为它不粘锅。而且我要讲一下，为什么我们不粘的技术这么厉害？因为它是来自德国威宝科技的一个威宝龙的一个不粘科技啊。对，威宝公司呢是德国，也就是欧洲最大的涂料生产商。对，百年历史。然后呢，对，百年历史。你想一下，又是百年历史，又加上是德国人非常严谨的一个态度，生产出来这个技术是不是 number one？ 绝对是 number one 呐、啊！对，而且刚才你讲到那个德国威宝呢，就是它供应一些铁路啊，或者是飞机涂层的一个大公司，厉害，所以那么厉害的公司，它把它来做厨具，来做厨具，你看是不是很值得，很厉害？当然了，你看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的这个套组呢，一定是一个全家福，包括有炒锅、平底锅、汤锅，还有这么多的。赠品要送给你，你看这安迪哈，299令吉，这个呢包括说我们所有的赠品，还有我们的这个套组在里面，赶紧拍下来，然后送到你的各个的这个什么土风舞的群组里面啦，然后我们庆功的群组里面啦，跟他们讲299令吉太划算了啦，七样东西才299哎，我跟你讲，平时是没有那么多的，所以你看到就不要再等了，等了就错过了，要怎么样？立刻拨打我们的热线，又或者是用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 CJ Wow Shop， 赶快按 Buy Now 啦、欸！很简单，妈妈们、欸，如果今天要省时间、省麻烦、省功夫，然后有多一点时间打扮自己的话呢，今天这个 Igozo 绝对是你的选择，所以呢，赶紧拨打热线，把我们的 Igozo 给带回家吧！天天精彩，天天 Wow。